大家好，我是阿勇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豆豉蒸排骨。今天准备了2斤精排，在处理精排之前呢，我们先准备一个空碗，碗里放入少许的清水，再给水里加入5克料酒，2克食盐，然后把精排倒入到水中渗泡半个小时。这一步是为了拔出排骨肉中的血，同时也起到了去腥的目的。我们在渗泡15分钟后呢，把水倒掉，然后再换一遍水。趁着排骨渗泡的时候，我们来准备下一步。准备1两豆豉，用刀把豆豉切碎，切碎后的豆豉我们放入到碟子里面备用。准备大蒜数个，用刀拍碎，拍碎后的大蒜呢，我们用刀切成末，切好末的大蒜放到碟子里面备用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排骨也渗泡好了，下面把排骨放到食品用纸上，吸干排骨上的水分，然后把排骨放到碗中，在碗中加入1克食盐。这时一定要注意，因为豆豉是咸的，盐千万不要放多，如果口淡的人在这一步是可以不用放盐的。再加入2克白糖提鲜，生抽1勺，蚝油1勺，胡椒粉1克，料酒1勺，生粉5克，用勺子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后，我们先放到一边腌制5分钟。起锅放油，全程小火，油温5成热的时候，倒入蒜末与切碎的豆豉进行炒香。炒到出香后，把蒜蓉、豆豉连油一起倒入到腌制的排骨中，用勺子搅拌均匀后再腌制10分钟，让充分的入味。准备生姜1块，用刀切成1毫米的片，切好的生姜片放入到盘中平铺上去，然后把腌制好的排骨放到上面。这一步是为了去腥，其实姜片也可以用其他食材来代替，比方说南瓜、红薯、土豆等等食材来代替，你喜欢吃什么都可以。下面用一层保鲜膜把排骨盖好，然后用一个叉子或者你用个尖尖的东西在保鲜膜上插上一些洞洞，然后放到蒸箱里面或者蒸锅里面蒸30分钟。如果想吃软烂一些的话，你可以蒸上1个小时以上。蒸好后的排骨我们拿出来，撕去上面的保鲜膜，然后再在排骨上面撒上小香葱，这道香喷喷的豆豉蒸排骨就好了。你学会了吗？是不是很简单？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击视频下方关注，点赞阿勇每日小厨，阿勇将每天带给你不同的美食分享。